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麻薯。那今天呢，我同时也是透过开实况，然后一起去那个来拍摄哦。我顺便拍摄哦，那我就不把它直接额外大转家上好，我 YouTube。是。对对对，今天呢？那 OK，然后呢，拍谁？不好意思，刚刚忘了。对，然后呢，就是来讲一下飞天任务的部分。那因为我当初解的时候，其实有少一个步骤，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却可以解成功。那我们今天就来咯，现在就开始咯。OK，那我们呢，其实随便找一个城镇都可以。那我还是以第三道馆为主，原因是因为它离发电厂比较近，所以我就尽量以第三道馆，就以第三道馆为主咯。其实，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关系，那条件就是你必须成为风云的冠军这样子，然后呢，还有跟你大概跟你说他们的发电厂啊等等设备，Power Steel Manager is 反正就是他跟你说他们的电力系统一些故障了，对。OK，那其实基本上有讲过话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呢，我们应该要去找我们的馆主，对。OK，那我们就进去找馆主，这样。那顺序其实我也忘了，但是我在猜 NPC 可能要重打过一次。对，那我们先打掉 NPC 好了，因为我毕竟丰原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对，所以中间过程中可能 NPC 的部分就不会省略掉了，就是无法省略。OK，然后顺序我印象中是先跟这个说话。哦，应该是这样吧。啊，感觉没什么差别。那丰原飞天任务可能会稍微久一点，对。那所以这一集可能我会拍比较长，就是我想直接原封呈现给大家，一样原封呈现给大家看，不剪接这样子。如果真的中间太长之类的，要剪接好像也是可以。这是这边，所以我必须把旁边打开。对，是，还是谁？还是谁？啊，我把自己关起来了。哎 我真的太久没走这边了，所以啊，对，就是这样。好，跟你打一打。
OK， 那好，最后一步了。OK， 那我们现在走过去，等等，我们就会看到一段文字哦。我们的馆长还在，我们还是先跟他对话看看哦。理论上来说，我们的馆长是不在的，对。然后我就被黏住了，对，我被黏住了。这边可能是 bug， 我猜测。对，理论上馆长是不在的。对，那我们，OK， 那我们直接再走去看一次警察的动作。对，我觉得好像顺序我不确定有没有错误。对。因为当初我最早接的时候，我的道馆的那个人，他竟然是在外面，我也蛮讶异的。对，好，对话一样没有变，那我们再来就直接过去那个发电厂。看一下哦，有没有喷雾？好，好像没有。好，没有，没有就算了。对。OK， 不管，我们就直接过去了。对。球呢，可能暂时就先不捡啦。对。要不然这样捡下去没完没了，真的。OK， 所以刚刚那边是 bug， 那这边的对话我可能就直接跳过，各位可以自行翻译慢慢看。其实，那我们就是跟道主讲话，对，对，然后好，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是我对话错误吗？还是？老板，我跟改对话一次好了。OK， 哦，我刚刚对话错了，可是理论上也不应该会卡住才对。对 ，OK， 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哦。对 ，OK， 那我们进去呢，可能就要打很多的那个 NPC， 那我们只好先打一打了。哎呦，把旁边这个稍微拉掉好了，要不然好像有点对。
那这边的店的解除方式基本上是打赢他们的 NPC，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解除掉了。对，这一部分应该还算蛮容易的啦。那最早之前，其实我们那时候这边解完是舞台，那我也等等会跟各位讲一下遥控那个，我们会有一个门过去需要遥控器，那在哪里？对。对，那这边的 NPC 应该也是要打的哦。那会有四只，对，四只已经出现了。那每个人各两只啦，对。嗯，然后天气冷了，大家多穿一点啊，哎。OK， 那宝贝球我不捡。宝贝球其中一颗是顽皮蛋，对，而且听说有改了。改为什么我说听说有改？听说改到会，你看到那颗宝贝球，它会自己走过来。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对。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左上角这边，我们现在目前过不去，那我们要必须找遥控器哦。那遥控器的话，其实在附近，还蛮近的，对。所以比较人会错意说我找到隐藏遥控器了，为什么不能解任务？对，那其实隐藏遥控器真正用意是用这边的方式，就只是说因为我有找到，所以把这边门把它开启。那隐藏遥控器的位置在这里。嗯，怎么回事？不能对话吗？应该没有错吧？还是有改位置。OK， 等等，我先往下走。我猜可能是底下的 NPC， 所以导致让我没办法捡遥控器。对，几率比较高。OK， 几率会偏高哦。对，哦，这边有一个。我换只好了。OK， 那理论上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去捡刚刚的钥匙了。对。OK， 我们再回来捡哦。OK， 出现了。那基本上这边的门就消失了。对，那主要就是卡在底下刚那个 NPC 哦。对。再来，我们基本上要直接往深处走。那这个 BOSS 的打法
基本上我应该有拍过了，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更新。那下一次我可能会找我的本尊再打一次，对，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我也可以直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打这个 boss 的方式，其实还算蛮简单的，就是你只要使用减速度的神奇宝贝基本上就可以打赢了哦。对，那第一只碾过，然后第二只呢，其实基本上一只龙龙岩，你只要是加攻击减速度，或是加任何，只要是减速度，那基本上你都可以直接很轻松的打过刚刚那一只 boss， 那死掉就让他死掉，完全就是很平民很轻松的打法。对，那一路都可以使用地震，那遇到闪电脑你就是使用岩石系的攻击啊，这样子。对，可能没办法秒杀无所谓，但是至少可以算很轻松的打赢哦。是 OK， 这边再来还有 NPC， 我们就赶快打一打。哦，一样试吃哦。那我的使用的技能，好吧，可能打不掉。对，哦，这应该是，哦，我以为是剑舞，哦，还没，我这次技能还没调过，我刚刚才想到这件事情。OK， 那再来我们就走到差不多这边了。那等一下，拉蒂亚斯，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啊！哎，等一下，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因为基本上拉蒂亚斯出现在这边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我之前可能有跟电视对话过了，那并且我是冠军的时候。那我们先把这边的 NPC 打掉啊。那其实打他的用意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只是为了拿图鉴哦。那是为了基阿奇之前的前置任务哦。OK， 只是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赢呢，我们打看看好了。厨余袋这只，毕竟它是龙系的嘛。然后看看，好，我们把这一只摆第一只好了，我们就直接开打好了。哦，这个 NPC 学技能的哦，讲一下。好，我们直接看看可不可以开打。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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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代表之前我有对话过了，那它是属于对 Mega 进化的。那 Mega 进化还是龙系吧，我就直接龙系技能。啊，打不痛哎。真假？等一下，真的假的？哇，秒掉！哦，没事，还好还好。搞不好补血了。其实打赢打输都没差，但是还是打赢好了，毕竟对十万经验。等一下，我必须先做一件事情，我先复活电脑啊。对，然后再复活他。好，我不就不复活他，因为必死啊。补他，
欸，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打得赢，其实我觉得勉强，因为他半血了。对。80 75用龙系技能吗？感觉啊，用龙系好了，就再看看可不可以。没想到竟然会遇到他出现在这，省得我去找。那他出现的地方其实有9个地方，对，有9个地点。好像勉强可以打得赢。我刚刚是先攻还是后攻？啊，狙掉了，好，狙掉就算了。哈哈。OK， 我直接给各位看哦，主要是拿他的图鉴啊。对。OK， 主要是拿他的图鉴。那可能如果要遇到另外一只，就是再回去家风原家中的电脑前再对话一次，然后他会跟你说有蓝色的神鸟被出现。这样子，对。再来，我们现在要去找副电拍拍，对，正副拍拍，对，因为攻略好像并没有写到这一步嘛，对，因为那时候好像被略过了，对，被我略过了，因为那时候本尊解的时候少了这一步，这样子。哎，副电拍拍，为什么我没看到？等，我们再回去对话一次。我没有带喷雾是错的，因为我觉得好麻烦哦，一直遇怪。对，我没记错，这个是学电磁波的啦，好像是电磁波还是电磁炮？对 ，OK， 那跟他对话也不是，哦，他是神奇宝贝，好，顽皮蛋，果然真的会跑出来啊 ！You cannot run away。Find my，OK，、okay, 他有确定说要找两只神奇宝贝，那这两只就是正电拍拍跟负电拍拍啊。OK， 我们确认一次啊。哦，对，正电拍拍跟负电，所以我们要必须帮他找到他的神奇宝贝，就是正电拍拍跟负电拍拍。其实，欸，好像还算蛮清楚的，欸，对。OK， 有看到拍拍吗？其实我是都没看到，欸，不知道为什么。OK， 我们先去找正电拍拍，正电拍拍应该是最好找的。对，
哦，看到了。那应该是在这一根柱子附近哦，理论上。那我们就直接对话看看喽。You still not？OK，我在这边等一下，我这边等一下。我印象中应该去在柱子附近，对。我们猜他多久跑回来？哦，跑回来了。不对吧？怎么跑掉了？我看他等等会不会穿过我好了。OK，它消失了，果然是在这个附近。所以我们的正念拍拍呢，也是要在类似这根柱子附近。那两只消失之后，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翻电脑了。对。可能讲完话，我们要回去对话一次，然后回去找刚刚那个，跟他说，其实我们要找到了，对，要跟他做一个回报的动作啊。对，差点忘了讲一下。OK，他在这附近跑。哦，他会很贴近这个柱子，那我们就在那柱子附近等他，好不好？OK，他应该会经过这边，我刚刚没有看错的话。OK，找到了。那抓到这两只之后呢，我们就回去先找那个馆主说话喽。OK，这边遇不到皮卡丘，但是我不知道这边小只怪是带什么道具。对，我看我没有绳子哦，好像没有。OK，我们来对话喽。OK，他基本上会说：“Now we need 这个东西，network phone，网络电话。那反正需要这一个东西，然后让我们的系统可以复活。那 OK，他这边有特别讲到，他说：You will have to do it on a list。” Three computers，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至少要对我们三台电脑做一个修复的动作。OK，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OK，那我们出去的办法我可能比较懒一点。哦，登出登录。OK，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三道馆哦。那补血部分应该是不用了。
OK， 那再来，我们现在最后的动，目前倒数第二步的动作是可能大家比较讨厌的。我们要怎么去找那台电脑？我们现在所有的 PC 后面都有一个警察，那跟他讲话之后呢，他就会把我们送进来这边。那电脑呢，只有这边左边上面一台，下面一台，我们要对上面的那一台电脑讲话哦。OK， 你们看一下最后那一句话，这台电脑已经 too late， 太慢了，所以没有成功。那我们就必须去下一个地方。OK， 那我看一下我们地图，我们现在位置在第三道馆嘛，我们就这样绕一圈，好不好？我们左半边先好了，我们左半边先好了，觉得可能左半边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先去第四道馆，第四道馆 ，OK。OK， 我分 PC 如果能避开就避哦。对，好，好像避不了。旁边还有一个 NPC， 我没看到。好啊，我应该游过去的。OK， 因为有 NPC 说该走上面，那这个 NPC 我想应该是避不掉的啦。对，那我们先去第四道馆，因为第四道馆比较没有通其他的道路。对。OK， 然后再来就一样啦，就先走啦。那啊，有些 NPC 无法不避开就无法啦。对，这一步骤其实还蛮麻烦的。那有些人运气好，跑三个城镇；那运气差，就是全部城镇跑完，最后一个才成功出来这样子。对。看一下，
那可能如果真的有些人是先解完，就是 NPC 先打过的话会跑比较顺。那如果真的跟我一样的话，就是 NPC 可能都已经重置了，那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些 NPC 当作赚钱吧。对，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第四道馆啦。那当然就是直接往 PC 走。对，哦，右边右边，我没有要去泡温泉。哦，我们看看这台可不可以成功哦。我当然是希望成功啊。啊，这台也是 too late， 好吧，我们现在是零。哦，顺便讲一下啊，有些人会问说，有些钥匙圈额啊那些去哪抓？在这边往下走，这边有一个，去一次也要花15000，它其实就是像去训练家之谷一样，就也是他们自制地图。对，那可能会比较有人会问的是，那个七岛为什么不能去吧？对，那需要 VIP。其实成都也有，成都也有他们自制地图，只是也是要 VIP 哦，也在港口。那丰原的 VIP 地图也是在港口，对。那要花钱的地图其实就是在，就是刚刚我说的那边。那我看看，哦，它会转向，还好。啊，看到了，可是好反应，慢了好几拍。English, I can spell a little. 3 red dragon, right? Have great English. I saw so. Really, not very good. 谁 ？Dragon Pharaoh。Oh my god！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Poké Center，
的 computer 可不可以修复啊？我当然是希望可以修复，对。哦，也是 too late 哦，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修复任何的 computer。OK，那我们再来要去的地方，我们就是沿路绕一圈哦，也只能这样了，就刚好运气还蛮差的，今天。OK，你背头。刚系耶，看看吧，打不痛，可是我们至少是 level 是100的，所以 OK 可以直接轻松点过。啊，对了。那个啊，这边可以抓到青眠鸟，对。那如果要抓 Christmas 的那个活动虫，建议来这边会比较快哦。对，因为去年有人抓那只，就抓了整整的圣诞节。对，他是这样讲的啦，他抓了整个圣诞节，然后抓到那一只活动虫。那时候啊，全部只有他一个抓到，真的厉害，真的厉害。主要是他也很有毅力去那个去抓，真的很棒。我是觉得他抓到值得，然后他其实当初也没有打算要买，然后他就直接放在跟在后面，对。不是，啊，OK，哦，这边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太多 NPC 哦，对，然后我怕比较担心是遇到那种小圈是坚持特性的，为什么？不是担心打不赢，他是没办法秒掉啊！还好这个就使用那种自杀式攻击，我就觉得it's okay 这样。哎，我们就直接过去了，应该没 NPC 了吧？我的印象中，哦，不能挖洞过去，好，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走过去了。Again. 哎，这边我就直接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直接过去。那
我想先往右边走，对，我想先往右边走，因为我毕竟等等会绕一圈过去，那我会略过那个城镇，所以我决定先往右边走，然后先去那个城镇的 Poke Center 嘛，对，左边。我看一下亲密度哦，OK，friendly is good。哦，let me see my friendly。哦，it's okay。I can dig go there, maybe。Oh my god！啊，另外一边的洞我并没有对话过，所以我只能走过去。没关系，我刚刚对话了，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直接走过去。对，那我有击碎岩石吗？Cut dig bit。Rock。Okay, I don't have rock, so maybe next time. 对，我们等等再过去啊，没关系啊，因为竟然没有。碎石，那我也没办法。对，我就只是从那边过来说，过去刚刚那个城镇就要小心一点，因为也不是说小心一点，太多 NPC。对，我们来看看好了，这个城镇到底可不可以？因为这附近城镇很多，我基本上不用特别遇到 NPC，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电脑搞定。希望成功一个，对，我真的很希望成功一个。OK，拜托成功一次。哦，还是 too late。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很希望左半边就可以搞定吗？因为右半边第一个，除了你要游泳之外啊，如果你要去第八道馆，那很麻烦，你还要绕一大圈。哎，我这边好像可以摘香菇嘞，我看一下哦，我们的身上香菇多少？找时间我再来摘好了，24个，对，24个，下次我再来摘好了。这边摘香菇可以赚钱哦，如果你真的分身不常玩，不常上线，你就来这边摘香菇。哎，我好像之前说要拍赚钱的 Part Two 哈，然后我一直没拍，对对对。我先跑这边的，我看一下哦，对，错边了我。哦，我在干嘛？绕一圈。啊，还是 too late。
too late， 哇，我的分身有点惨啊！开始咳嗽，变得好像有点严重，所以我必须，我想想我要怎么用比较顺哦。第二道馆还没有嘛？那我们第三道馆那边右边这边也还没用，那我们直接过去吧，游过去。哎呦，我真心觉得这一次会等我解完都要九点了，对，等我解完应该九点了，我觉得啦。再打一个，拜托成功，要不然我觉得这边的 NPC 再加第二道馆那边，如果都没成功，我可能真的右半边地图要跑一圈的。对，跑一圈应该是差不多了，可以确定要跑一圈的。哦，有了 ，OK， 有了，有了，有了，他有跟我说了，我已经成功一台了。太好了太好了，感动感动。哎，而且还有跟我说我还有两台。其实第一句你就可以看到 successful， 或是你有看到数字一，然后如果你完成的话，就他跟你说数字一啊。对，那其实还蛮好判断的。对，那怎么如果各位真的都没有特别去判断，怎么判断？你靠腰没有？怎么判断？就是你当你讲完话之后，你发现你右边的那一台的传送装置。小光跑出来了，那基本上就是你完成了。那你最后只要再跟小光做一个 PK 这种动 PK 的动作啊，那基本上就是你完成这个任务。那 PK 完之后，他就把你送回该有地方，然后并且对完话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用瞬间移动的装置了。对，那我们直接来，我们再赌成功，成功好不？我希望他成功。Please successful， 我很想看到这个单子。The PC is already 啊，看到这一段就是 too late 了。OK， 第一句话就很明显了。好，没成功。那基本上左半边的城镇都完成了，都完成了。那我们开始右半边的旅途啦。哇，右半边几个城镇？哦，错边了。哎，等一下，这有那么长吗？哎呦，我不想跑错边了。
这边。OK， 我们看一下右半边几个城镇，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六个城镇，根本要跑一半啦、啊！除非我运气好，我前面跑的前面两个城镇都中奖。OK， 那右边可能会稍微比较顺点，不用像这边左半边会有点感觉绕圈圈，右半边可能就是除了去第八道馆比较不方便，那基本上其他的地方基本上绕一圈就可以。就是直接晃一圈就回来了，对。我看看我们的车道可不可以上去哦。我印象中，我上次把它开起来了，可以上去了。哦，没有阻止我，可以。OK， 刚刚其实我忘记讲哦，刚刚 PC 右半边，刚刚下面那个城镇 PC 右半边有一块，有一个地方它会重复出现的神奇软糖一个礼拜，那这边也有。然后我等等会经过，我就顺便捡，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对，那其实现在神奇软糖，你说一个礼拜等它一次，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毕竟现在的长盘式啊，干没有？毕竟现在的长盘式，它都有很多的 Pokestop 出现。那它好像差不多三到四天，它就会出现一次。那它其实会给你神奇软糖，包含 PP Up 很多的宝贝球，宝贝球都只有一颗啦。对，就是你平常会用到的。那运气好，为什么说运气好？运气好，它会给你进化道具，例如纽拉的啊。铁甲暴龙的啊，天蝎的啊，哦，大概会有机会，但是几率很低哦，几率很低啊。其实所有道具都有机会拿到，对，只是低不低的问题。OK， 神奇软糖出现在这边，哦 ，Rare Candy， 哦，好险他没看到我。OK， 那我们可能等等，不是可能等等，我们又要再进入开始很多 NPC 战斗的画面。不买了，不买了。原本想说要不要买那个，好像中间也几乎只有遇到 NPC 比较多。OK， 这边刚好有几个 NPC 我没有打、哦，我就捞一下。miss， 他使用大的爆炸了，好吧。对，有了，忘了说，那个原本是五台电脑，现在改成三台，对。所以当初可能老比较之前解完的人就解完了，对。那可能跟其他人讲一下，就是之前其实是五台，然后后来改成三台。然后那时候其实刚风源出来一阵子之后，其实还蛮多人破光玩的。然后我是比较慢一点，
但是我那时候破关的时候，我还在解飞天任务的时候，我也有遇到一些 bug。对，那有些人遇到那种 bug 就是要等，对，比较麻烦。那我还好，对，我算还好，所以。我希望我这边的城镇跟下一个城镇我就可以搞定，对，但是感觉有点难。对，然后这个游戏啊，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会特别有遇到一些英文的关键字，我会跟大家稍微告知一下，对，就是说，看哪边这样比较有点偏教学用意啊，对，因为我也是觉得说可以看得懂就可以了。好，很明显 too late， 好，我命中注定要去水上了。Hello， 感谢你的追随 ，T R O L I N G。好，那个后面那个单字我不会念，Sorry。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可能各位会比较常看到就是买卖的问题。对，可能真的还蛮多人，我应该说，我发现蛮多人就是会。问说，我要买东西卖东西，然后就开始问，就感觉好像有点着急那种感觉，因为没不太能沟通哦，对吧？可是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个练习，对，因为不可能永远都有人一直帮你翻译啦，其实，对，我会这样认为，就他也是看到我。OK， 那其实最简单、最快速的翻译，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一些单字，你发现你真的看不懂，就是去 Google 翻译一下。对啊，不要翻译句子，翻译单字就好。对，你说主词、动词那个，我想各位应该都会蛮清楚的。对，那如果你发现人家打出来的单字其实不是英文，那你可以回他说。Can you only English? Can you? 或是你直接跟他说 English， 然后是给他一个 question 问号，对，然后就是表明就是你不懂，因为如果不是英文单字的话，其实讲得蛮难沟通的。像好比说，我可能遇到什么西班牙人等等，那他们可能不是打真的很完全的英文哦，对，那这时候你不懂怎么办？你就说 Please English。对，要不然就是刚刚说 ，if you don't use English 之类的，那就是我不想跟你交易 ，I don't want to trade with you。就更何况谈的价钱都不用讲了，对，因为你不用英文，你以为大家都懂类似这样像那种其他额外语言吗？对吧？不可能嘛，对不对？像我有遇过啊，我那时候之前有卖东西的时候，就是有遇过其他国家的人，像是印度人啊，还是印尼人啊等等，也是有遇过什么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然后呢，基本上呢，我会跟他说，你问你要不要，就是因为我一看就知道他可能不是打英文的，然后就给他说 Can you English please 之类的，结果他竟然就跟他说，他就说 Sale。然后反正就打一个很像，看起来就是为何我一定要用 English 之类的，类似这种状况。那基本上就说，如果你不想用英文，我就直接拒绝跟你谈价钱等等之类的。对 ，OK， 也是没有成功哦。那我们命中注定去水上了。
对，那遇到这种状况能说什么，对不对？那遇到这种状况，当然啊，对方也是回答说要 report me 这样啊，我就回答 go ahead please 这样，很有礼貌性的 go ahead please 请吧，去吧，请。对对对，因为他如果就去检举就去检举啦，对，如果他真的敢把图放上去的话，就是把我聊天那种放上去的话，我想基本上啊，应该他绝对输的啦，因为我都已经强调说你可以用English，如果你不用English，我直接拒绝，尽管他要回报，基本上这个回报是无效的，对。但是如果你在确认说你确定你要跟他交易，后来你又反悔，那基本上你被检举，你会可能会被 ban 个两天到三天哦，那也是正常的，对，因为你都答应人家了。然后人家也故意截图之类的，对。我们要先去第八道馆吗？你们觉得？我们先去第八道馆好了，好不好？对吧？先去吧。啊，我们先去第七好了，第七好了，往右走就到。我顺便买个东西，要不然我真的觉得我快疯掉了。OK， 我们终于来到这边了，这个城镇了，不要再遇到怪了，拜托，我都快疯掉了，其实。快上路 ，OK， 睡，终于。我等等一定要去 shop 里面买个东西，买个喷雾，要不然真的也吸氧。OK， 我们来看一下，不会吧？Late， 好吧，我能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们剩下几台电脑？我看一下哦，一台、两台、三台。好，我们剩三台。好，我先去 shop 一趟买东西。我要不然我真的动没掉啊！他一直遇到超多野生神奇宝贝。啊，随便买一个数量啦，不管了。我也剩没多少啊，13。我们去第八道馆，先好了，对。哦，我刚点欸。我没点到吗？没有。OK， 等我一下，我想去一趟厕所。
OK，回来啦，蛮快的，对。OK，我故意切工会屏哦，因为我可以看到说我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用完。哎，我看看，我避开 NPC。哦，避开了，避开了。还是得进入对战喽。用完了，好，上板不应该暂时不会那么快，我猜的啦。OK，那对，来到这边要讲一下，有些人会问说哪边抓鲤鱼王？这边，OK，如果你没有抓到孟特，你来这边抓就对了。暴鲤龙啊，鲤鱼王啊，随便随便都是。那遇到直接抓哦，那你也可以在这边洗数值。如果你真的可以洗到很多31的话，建议是来这边比较快。OK，这台电脑我们应该是 successful 了吧？OK，我看一下哦，还是错误，哇，见鬼了！我们剩两台电脑咯。我们剩两台电脑了，所以就是最后那两台了。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走吧，最后两台电脑。那潜下来应该是没有任何的神奇宝贝哦，遇到啦！我觉得它消失好快哦，一消失马上就遇到怪。我是觉得根本是遇到怪之后，它才跟我说我消失了。真心觉得这样。那我们先去，我们先去哪边好啊？剩下两个城镇了嘛，这个
这边跟这个，那我们就按右边好了。我顺便这一次顺便走一次，说怎么去四天王好了。对，因为其实有人问说他跟我说我在拍丰原最后那几集的时候说，欸，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走去我当初到的那个地点。对，那我就想说那就直接再走一次好。首先我们先走到128号道路，我们现在是在127。对，那 NPC 直接果断避开哦。对，OK， 走到128号道路，稍微往右边。OK， 那一定会有 NPC 的。对，我们就直接这样往右走。Again， 我没有哦，遇到就会那个。哎，我用这一次应该是暂时遇不到怪了，应该就可以很顺利直接走到那个。冠军哦，128往右走。被堵到了。我当初本尊的话是改过之前第五台电脑是在这边，就是我还只剩水木镇。对，那改过之后呢，随便找三个就中了，我好像只跑四间 PC。 对， OK， 我先补个血好了。OK， 那这次应该是 successful 了吧。 OK， 我们来看 The PC is already Today。 等一下哦，这真的实在太诡异了。这件我们跑了，这边也跑了，这边跑了。我 Rose 掉这边欸，所以我左半边的 lost 掉一间 PC， 没关系，我们等等回去会经过。好，我刚刚发现，对， lost 掉了一个，所以有时候可能自己没有记好啊，我们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就是可能 lost 掉，然后我自己不知道。OK， 那我们直接先往129号道路走，对，这样会比较快一点。那我们就走回我们最后刚刚的那边的电脑，对，第三道馆左边。我没想到我自己 lost 掉啦，我以为我不会 lost， 还是 lost 了。那走到129号道路其实就可以沿着靠左边的方向走，那我们就可以走到水木镇，也就是天空之柱那边的方向。哦，我终于看到 off 了。哦，我以为他是转向，停了一下。哦，
会转过来哦，无奈哎。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有人回我讯息啊！有人密我，哈哈，安安啊，木手英一，哈哈，对，一口气跳了三个东西，四窗，吓到我，对，OK， 那。赶快把最后解完，然后给大家看说就是其实这一步是最麻烦，这一步也是大家花最久的时间，我相信一定是大家花最久的时间。神奇宝贝怎么安装，其实直接去找那个下载点，那打开之后解压说直接点那个 ESE 档就可以了，对，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安装档，所以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要重新下载一次，会比较麻烦，对，可是还好他至少他档案没有那么大，对，这样我、哦、了解吗？如果不了解没有关系，就是直接再跟我说不太懂，我会可能我等等可以结，快要结束了，我应该这边快结束，可以稍微示范一下说到底怎么去安装。OK， 两台 PC 了 ，OK， 我们剩最后一台，赶快赶快杀过去。剩六个。点 ESE 档比较像，它感觉比较像我们一般游戏执行的那种 RPG， 对，然后我们下载之后只有一个 ESE 档，而且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它必须把那个 ESE 档跟它有那个资料夹放在同一块区域，对，除非你特别去把那个你的那个档案建立捷径，对，那才有办法说你把去点那个捷径啊，对，他才有办法读到、哦、他我在猜他可能本身写程式的手法就是他已经直接设定绝对在要同一个目录下这样子，嗯，考虑看看，对，因为我等等这边破完应该就会开回本尊上线，又被看到，哎、欸、哎、欸、它有结实特性吗？应该没有吧，怎么会这样，哎、欸、哦没关系，我们赶快，我们赶快，哦，避开避开 130， 我印象中是135吧 134， 哦差一个地图，可以不要吗？我都偏移了对，你比较多人蛮比较常会问的怎么办账号对吧，革命不用特别安装，如果你是手机版的话你就去载手机的，然后直接下载那个 APK， 然后直接去做一个安装的动作就可以了，对，那我好像有特别示范过怎么用手机玩 PRO， 就是你可以接额外的键盘，对对对，
就不信这样你看得到。望远镜你追根龙系咯，果然如果你发现它官方太慢，你就我下方应该有那个资料站，就是写资料整理后面的那个网址哦，那边有资料更新的地方，那边可以载。但是我目前只放64位元吧，我印象中只放64位元。对，因为上一次更新状况很差，就是网页一直坏掉，对，蛮惨的。那我就只先载一个，那手机其实也可以载哦。如果真的会真的有人还是一样载不到，可以跟我说，我会马上再放上32位元的跟手机的，对，因为我是有把它载下来，对，会动作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一样，也是用类似像 Google 的地方去连，那如果有人载的话，一定就是大家都载，大家都慢，这样。OK， 我们剩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就可以。准备跟小光决斗了，那我刚刚放过的技能应该还好，对。只是我的队伍打得赢吗？我分身的队伍打得赢吗？我比较好奇这一个。结果我又跑回来了。啊！忘了忘哎呦，然后稍微看一下哪边有 NPC， 我就先避开一下。我们剩下最后的，那我知道有两个 NPC 无法避开，就是这两个。对 ，OK， 我们等等进 PC 之前，我们补血优先。那我但是希望一只就可以打掉他全部了啦，但是我没办法叠状态哦。比较可惜。OK， 终于最后一间了，对吧？这间确定没来过。OK， 最后一台。OK， 这边现在是没有小光的哦。那我们讲完之后 ，OK， 他是跟你说 successful to this computer of the sweep。哦，就是有第三台电脑。OK， 小光再来就会出现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开打。那基本上的等级都是问号问号。死掉了，死掉了，真的假的？
啊，完蛋，好像也有地面系的，所以死了，还中毒哎。好了，电龙应该就没事了。真的假的？死掉了。好啦，我还是复活一下好了。复活谁好呢？啊，就你了。先攻，所以 OK，自爆池怪啊！啊，剑舞啊，我原来有剑舞啊，阿干。等等等等，我们登出再登录。我想到办法了。我们第一只是什么？我忘了。我忘了第一只是什么。但是我有叠状态的，就是了。我刚刚才发现，所以我想重打。啊干！第一只就悲剧啊！没关系，我们第一只直接打，果断打掉。我就不信火鸟可以对我做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果然，哇，有点痛。补个血，补个血。跳满就我天下了。我只差铁臂，其实如果有铁臂的话，其实算很轻松欸，会很轻松打过。最高攻击了。好可爱哦！哇，这只数值不错哎。OK，哦，悲剧，坚实特性，那没办法。OK，这只皮卡丘可能啊，这只要2N，不划算，其实，too expensive。Oops，哦，不是很痛欸，其实他好像是超能力加格斗，对吧？那复活他好了。不慢，我应该地震就可以，哎，把它碾掉了。呜死！真的假的？他打我超痛。
哦，剩最后一只了，应该可以赢了吧？我猜的啦。哦，他打我终于不痛了。好，赢了，赢了，赢了。OK， 那我们打赢之后呢？最后他把你送回来这边哦。OK， 那基本上我们的飞天任务这样就完成喽。那怎么示范一次好了？我们怎么飞？对，遇不到怪吗 ？OK， log out log in again。那我现在回来了。OK， 我们现在是在这边这个城镇。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自由使用的我们的瞬间移动。那当然，我们是还是要经过这个警察。会，那我们就可以去选。OK， 那我选择城市啊，我们去选择离开丰原的地方。OK， 那看起来有变化吗？我们还没变化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已经移动了。OK，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在这里。OK，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那丰原的影片就是直接在这边呈现咯。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只是这一次运气有点差啊，没办法啊。啊，希望各位会喜欢说看一下丰原，对，我这一次资料走一次给大家看，对，花蛮多时间的哦。那我们丰原的影片就这样，下次见啦，拜拜。